好，继续来看到是英国这名男子，他只是靠着毅力跟努力哦，17个月呢，他就瘦了184公斤，等于是从原本的这个260公斤呢，减到最后您看看，在右手边这张图哦，76公斤。那么说到这名27岁男子，他参加了减肥实境秀节目的时候，体重其实就260公斤了，腰围更是呢宽达201公分。参加节目之后，虽然瘦了25公斤，但马上又胖回来了，还被嘲讽为是人形甜甜圈哦。但是离开节目之后呢，他于是自己开始加入了减肥课程，采用低热量饮食方式，加上透过运动来健身，结果呢，还是让他成功的在17个月内就瘦了184公斤。